八点上个舞跳得好快啊，大家把主播的关注给点一点，然后送个花点点心，谢谢大家。然后还有什么来着，一麦二麦和您还有 Tina 的关注，大家也都点一下，好累呀、啊、大家点点心，才84颗啊小哥哥们，咱们大家再点一点，么么哒。这里有一个签到在这个位置，哎，我怎么加载不出来呢？嗯，然后大家点签到，这里可以点心，谢谢小狼黑又上电视了，然后这个地方的关注大家都勾一下。火车开不了，我一开火车一会儿就有三个管理又私聊我了，然后给大家跳第二支舞，谢谢点心哦。椅子舞不可以，因为穿的是鱼和熊掌，俗话说得好，鱼跟熊掌不可以兼得，就是穿牛仔裤穿长裤子可以跳椅子舞，穿短裤短裙不可以。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，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，更有黑人的洛杉矶，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。谢谢龙哥，
first word? What? What a big one. It's just like... 大早上就这么热情，不是有句话说一年之计，不对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吗？就因为早上激情点才能激情一整天啊。大家喜欢主播的宝宝点点主播的关注，我们还没点到100个，好累，热死我了。谢谢无视的人送的礼物，谢谢痛苦。大家点点主播的关注，还说你们不喜欢这样的，你们喜欢什么样的？大家点点心，谢谢啊。来，我们跳最后一支舞，还有一个麦是不点，不点，不点，那你以后找不到我了。你又没有传送了，没有传送这个功能了。点关注就好比在敌方家里边基地里边插个眼，完了之后你在上路里面，你在自己家泉水里边你能传送到对面家。啊，有闪现，闪现距离不够啊，穿高跟鞋跳舞快疼死我了。Yeah.